当时。这是谁？大家去看了吗？高级，就极速就行。对，极速就挺快了。我这也是在西藏骑过拖拉机的人。骑的时候这个转吗？会转的，转你如果有风会转的，觉得特别逗。哎，正好在吃鸡比赛里骑一辆粉红色小摩托。哎呀，骑下面。林叔，林叔，我要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哈哈哈！带林叔的，叽里咔啦，叽里咔啦，叽里咔啦，拐。开始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这轻到什么地步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得轻轻一点。他永远不会堵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马上就到。